院里吊灯布满灰尘，倒是期盼金玉满堂的香炉还新亮着，像极了台湾农村的写照。云林水林乡三合院里，多的是守着家、盼着孩子回来的独居老人。我囡仔拢出国去，几个？两个。拢无伫个。无，两个拢出国。你安尼要食几工？安尼食一两工嘞。85岁黄随和95岁李王藻是妯娌，更是相守的邻居。你囡仔啥物时阵回来？甲你看。100岁的阿嬷见到我们来访，激动的想说些什么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口。有要爱做伙啊无？你家己咧讲，家己咧讲。人口外移、高龄化是台湾农业县市都头痛的课题。好比云林，老人人口比例16.3%，看似不高，已是全国第二老的县市。来来来，讲便当。更惊人的是，在农村中的偏乡地区，扣掉许多户籍在人却不在的幽灵人口，实质老人比例估计超过40%。啊，人啊，往来都吃，我未嫌。像这里，云林水林乡成了学者口中的濒临界限部落。这个农村，它大概可能就会陷入不断的凋零，甚至到后来人口会减少到，甚至可能会闭村。台湾事实上虽然高龄化的程度没有日本的高，可是在农村地区实质高龄超过40%甚至到50%的情况事实上已经很多了。今天做什么？糖醋排骨。为了让独居长者三餐至少吃一顿热食，在地的鸟松国中校友会成立长青食堂，免费送餐和供餐。那目前这17个服务据点也蛮 OK 的，那我们在预算编列上都会逐年的增加。摊开全台老年人口比例地图，最老的前三名都在农业县市，第四名在外岛澎湖，第五名竟然落在台北市。人口老化不止发生在农村，也在都市上演。地保所在地北市大安区，豪宅林立，每平开价上看百万，却是台北最老的地方，老人比例高达17%。因为我8月份满65岁嘛，那个时候在国外，所以刚回来，所以赶快回来办了。现在出去的话，您就可以用公车是免费，每个月有60次，很开心啊，这个是我们的福利嘛。像他一样想法符合资格的人，每个月月初挤报大安区公所。有多爆量？等待人数的话，就差不多会有等待120个人，那我们就会加开柜台。都市、农村都在变老，台湾面临少子化、高龄化，人口结构巨变。目前全台65岁以上老人占比12%，10年后将超过20%，进入超高龄社会。换算每5人中一人是老人。社区药局感受最深，近年来老人商品业绩成长3倍，婴儿用品掉了50%之多。卖的最好的是那个退化性关节炎，还有那个纸尿布啊。纸尿布比奶嘴多，这是台湾社会的未来写照。就在明年，全台65岁以上老人将首次比14岁以下幼儿还多，进入黄金交叉。台湾老化速度超英赶美，又快又急。可是谁来照顾我们？啊，你我给大家欢迎哟！哎，来。这是一幅在台湾再熟悉不过的画面，有依赖照护需求的长辈坐在轮椅上，而推着轮椅的手是外籍看护工。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轮椅幼儿园发起人叶玉义是现代老来子细彩于青，母亲今年去世后，他依旧天天来关心这群平均90岁的学生们。外籍看护工确实帮了台湾好大的忙，但文化背景不同，素质落差大，和雇主间有摩擦时有耳闻。你有费用吗？但画笔记会骂我。我付钱给他，我还受他的气，这是每一个老太太的一个共同的一点。目前台湾有22万外籍看护工，本国籍却只有2万多人，悬殊10倍之多，凸显台湾整体照顾力严重不足。长期照顾服务法草案修正通过。
长照法立法后，只要身心失能6个月，不分年龄都可申请长照。想请外籍看护有更多选择，可自聘也可向机构申请。而因为有了法源，可整合现有体系，并设置5年120亿元长照基金，拓展偏乡服务。然而，对需要长照的家庭，真的有帮助吗？那当然有帮助啦！长照服务法120亿呢，最主要目的就是让服务提供单位要长得出来，哦，不是说你有钱买不到服务。2年后长照法才会实施，所以2年后这个基金才能启动。好，所以现在是等于是在没有这个长照发展基金的情况下，是从国家编列预算，所以一年大概才30几亿到40亿左右的一个经费，它的经费严重不足，所以这2年得先预算撑着，看看104年中央总预算长照预算48.8亿元，跟政府2兆总预算相比，只占0.2%，经费少得可怜下，现有服务资源足够吗？啊。台湾长照服务模式共有3种，这样的日照中心属于社区式，还有照顾员到家里的居家式，24小时住宿的机构式。以在地老化来检视，目前台湾比较缺乏的是居家式跟社区式服务。像这间长泰老学堂日照中心，最多收24位长辈，还有11人正在候补。这2年政府力推365乡镇1乡1日照，但民间团体认为还不够，最好增加6倍为2000个据点。以一个乡镇一个日照来说，可能这个长者要到这个日间照护来，他的单趟车程可能动辄要40分钟至1个小时，那这样子事实上对这个长者的受照顾的这个可见性还是不足，所以我们认为呢，这个日间照护中心应该要让路程在15分钟之内。但是一乡一日照不会说还是不够吗？因为有可能不够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长照服务法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，因为台湾高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。2016年，65岁以上老人将首次超过14岁以下幼年人口，台湾比你我想的都还老还快。长照法虽然过了，长照制度出现雏形，然而现有资源、人、钱、品质都不足。未来总统若不再扭转台湾长照困境，独居老人倚墙哭等，失能长辈无奈外籍看护，恐怕将是你我老后的集体命运。